甩，我说，哎、欸，你手举高，手举高，哎、欸，不是不是，你手放在那个车上，这样，哎、欸，对对，这样才是你的车嘛，哎、欸，你们这到底在干嘛、啊？不是啊，哎、欸，人家听的这样才会右滑赖壳啊，哎、欸，你不知道女生喜欢 B N W 的男人哦、喔，学那个男的真是姿势快，啊你们这又在干嘛、啊？帅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你被滑赖壳，真假的？啊？我看看。什么状况、啊？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是聊，你先聊，直接聊，直接聊了。聊起来，聊起来。哎、欸、啊，你聊那么久，到底有没有什么进展啊？哦、有啊有啊，他要见面啊！怎么可能这么快啦、啊？进展都好事啊！怎么屁呀、啊？早说早了、啊，真的假的啊？真的，走啦走。哎、欸、啊，如果去到时候长不一样怎么办？长不一样不可能，游戏好亏哎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好像是他哎、欸，真的假的、啊？是那个吗？超可爱嘞、欸，跟照片一样。我觉得没有这么好事，像你照片，这这哪有那么可能啊？啊，总是会给我遇到吧、啊。你在搞被线掉，然后弄死了。哎、欸，是那个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、欸，怎么这两位是？哦，他我朋友啊，就刚好在旁边这样子。对、欸。所以你为什么会划他 like？ 因为我觉得他照片很有质感。哦。平常人不会那么快就约出来，还好吧？哎、欸，我想说我们距离那么近，我也在家没事，那我们就出来聊天啊，又不用打字，他很快啊。哎、欸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哦。哎、欸欸，是怎样啊？这什么状况啊？不可能，好事，不可能这种事吧？这个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是该不会仙人跳吧？我看这种十有九诈骗。哇，绝对是又要被仙人跳了。这样这样这样，等一下、欸、等一下，他要约朋友。什么啦？讲什么讲什么？他在。不是他说五分钟后到啊？他这样，哎、欸，是不是要逃命、啊？哎、欸，我觉得，我觉得不妙，要走了，要走。你在干嘛？有没有礼貌？这种手机耶，现在怎样？是你到底想怎样？你直接走嘛？你是不是仙人跳？你是不是要仙人跳？我哪有？哎、欸，我想说你们三个男生，然后我绕两个女生，你们六个人一起去唱歌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所以现在怎样？你们不信任？不是啊，那你对啊，你要怎么证明？对啊，你怎么证明？没有啊，就姐妹照啊。哎、欸，神经病！你们有病吗？哎、欸，所以他现在是去找姐妹过来啊？对啊，